的货，但是你干不透啊，你不可能到零购里面货，你一次性你是干不透的，一次性干不透的，不是说干不透，你压根就逮不完，这是真的。到零购里面的货，你永远是逮不完的，你永远是逮不完。包括像团购里面的货，它可能是基本上你能干得完，但是里面条子小了，条子小了，还有货也少了，个头小了。到零购里面货你是逮不完的，逮不完的。只要到零购，这条到零购出货，你来年只要打水了，你再去下，还能出货。他每年都出货这个地方。还有一条沟，他今年不出货了，你明年再去下，他就能出货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但是我今年下他没有货，你明年再去下他有货了，就这个原因。还有稻田沟，像一开始稻田沟哦，它鳝鱼啊打水的时候不抱团儿，因为一开始稻田沟里面呢，它那个光秃秃的比较多，有草啊它比较少，因为刚开始嘛打水的时候嘛，到后期的时候，那个水花生呢，因为之前的稻田沟里面草不多嘛，现在的稻田沟里面它那个草啊全部长起来了，水花生呢水草全部长起来了。鳝鱼它该出来的都出来了，它基本上都在那个草下面抱团儿。所以一坨水花生，你只要在那个一坨水花生下面搞一网，那指定能逮到货。咱不敢说爆网，货肯定有，三四条五六条的肯定有，肯定是有的。你相信我，肯定有，搞不好就能爆网一斤多。没有爆网的话，三四条肯定有啊，条的基本上都是一两多的中条。二两的也有，还能抓个一个多月啊，努力向前的，一个多月肯定没问题的，一个月肯定没问题，干到十月份月底啊肯定是没问题的。主播能跳个太空啊，什么哪有什么太空舞步啊，霹雳小王子万山，哎啥也不是，就是娱乐，兄弟们就是玩，就是玩啊，你们能在小王车里面多下两单就行了啊，没事的时候给你们跳两个也行，关键我也不会跳啊，不会跳。我今天下68条网，我还没出发呢，等他们回来啊，等他们回来。仨，今天抓多少？我昨天刚到地方，学啊，这个东西也不好学哦，我都是瞎玩。稻田沟连连都，稻田沟里面你连连都能逮，连连都能下，连连都能下。稻田沟里面的鳝鱼它是抓不完的，抓不完的，抓不完。你们记住，鳝鱼这个东西，你不管是哪里，山东也好，还是河南也好，还是海南也好，还是广东、天津也好，这些东西抓不完的，抓不完。谁有那么大的本事能把这个鳝鱼给抓完了？不可能的。你看山东对吧，每年都有人逮，抓完了吗？没抓完，太多了。现在那个不多了，现在那玩意不多了啊，不多了，但是反正偶尔能逮得到啊，偶尔能逮得到啊。两个小时学会了，哪那么快啊，你除非有天分，有那个天分估计几分钟你看都看会了，不用学一看就会。连云港有个黑驴逮的可以啊，一堂青，哎，那你不能搞药啊，你搞那个东西肯定不行的。他们回来了啊，他们回来，我看看他们今天逮多少，他们回来了啊。黄鳝一年，你搞药的话肯定不行，那玩意儿你有多少那个都给你搞完了，高科技也不行的。等等啊，不着急。他们今天站起来了，时来硬货，对吧？安徽黄鳝好吃吗？安徽黄鳝，说实话不太，我不是我说的啊，我也是听别人讲的，很多人都讲，安徽的黄鳝第一不好看，第二口感说实话不咋地。不是我说的啊，你们也不要喷我啊，有很多人都这么讲，不是我一个人讲。
家里啊，那可以，那可以。我都说了，不是我一个人讲的，还有别人也会这么讲。我都说了，刚才都已经提示你们了，不是我一个人说的，别人也说过，就是别人说过，我完了我才说的。我那些同行哦，有同行，还有那些还有我的客户，就是从我这边拿过货的客户，他们之前也是也在安徽拿过货，懂不懂？不是我一个人，不是我自己说的，别人也有说过，啊，所以说你们不能喷我，不能喷我。这个东西忽悠有什么好忽悠，对吧？我忽悠也没有好处，我忽悠干嘛？对不对？那实话实说，我忽悠干嘛呢？忽悠啊！那忽悠又没糖吃。我没有瞎说，我没有瞎说，这我不瞎说的。你这个东西你不要针对我，我也是听别人讲的，你不能针对我啊！既然你们这样问我了，对，那我就实话说回答你们，对不对？那但是你们不能喷我，不是我一个人讲的。时代金，你看全部爆网来。他要逮个七八斤货，他能有现在的状态吗？我就不相信了。他要逮个六七斤，他就不可能是这样的状态。水质，对，就是水质，每个水质不一样。虽然是交界处，它土质不一样啊，对不对？土质不一样，水质也更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你假如就像哎，咱们这样讲，就像那个苏南跟苏北一样，它黄山也不一样，对不对？那苏南跟苏北，它不也是交界嘛，就隔了一条长江嘛，对吧？所以说你们不要喷我，我刚才就讲了，不是我自己说的，我也是听别人讲的，对吧？我也是听别人讲。你们问我，对吧？对不对？那我只能实话实说。但之前客户有很多客户，苏南的客户，在我这边拿过货，他们之前也跟我讲，说什么安徽鳝鱼它有点花，你知道吧？它没有那么多什么黄肚皮，有点花。我操！普通鲫鱼啊，关键这玩意不逮鲫鱼，要逮点鳝鱼。这个怎么样？来，你像那个稻田沟里面鳝鱼啊，它那个再小，它都是黄肚皮啊。肚皮它是黄黄的，但是花的也有啊，小花的也有，七十来条吧。我是说不谈鳝鱼，就谈普通的鲫鱼，口感都不一样。对对对对对。你给工作了？六十八嘛。你看这稻哎，这都是稻田沟里面的。你稻田沟里随便拿一个呢，它都是肚皮都是黄的，哪个不是黄肚皮呢？兄弟们，点点赞啊、哦！点点赞啊、哦！点点赞！我又看看他们逮多少货，完了我又走了，我下网了。蚂蟥有，就是不太那个啊，不太理想。啊，我就是说说这个问题，我也，它就属于这种的，像这边鳝鱼就讲的黄肚皮，都像这种。好像是五十吧，麻烦啊，五十还是五十五？我好多天不知道嘞。这个我种一下嘛，我等下给他种。兄弟们，点点赞啊！点点赞，点点赞，点点赞啊！一号啊，一号小连接，兄弟们有想吃那个手撕鱼的啊？小零食，小孩老人都能吃的啊，可以搞一单啊，还有。二号连接，三号连接，四号连接，这边基本上都这样的，逮的鳝鱼都这样。他们一天油钱要不了多少，
今晚可以收了啊，今晚呢吃龙虾了。油钱一天也就是也跑不远，他们跑的路也不是太远，也就是二三十块钱吧，二十块钱三十块钱吧。摩托车省油，摩托车省油啊。多了，他这边都是。